没有。知道了，小老师。小老师在跟你们老师聊天。不会在聊天，不懂你先大问题还在聊天。好，我们上礼拜讲到惯性，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惯性。就是。哎，我们上礼拜讲到惯性吗？上礼拜讲到惯性。和物体当它外因是零，或是外因肯定是零，说加入零组嘛。OK， 好。牛顿说，当外因是零或是合力为零的时候，它成物体，所有的物体会成惯性运动。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名词哈，我们来讲一下。一个是合力为零，或是不受力。它会成惯性运动。好，那我们就解释这几个名词啦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要知道哈，我们的学习哈，我上次在讲，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因为前提是你要知道这个名词的意义啊。比如说我很沮丧，沮丧什么意思？开心的意思。开心的意思。沮丧。沮丧。所以我们就要归纳，哎，这个人沮丧，沮丧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要从日常生活中看这个人的表现，说，比如说，哎，目前来讲，看起来好像这个班上同学里面学员最沮丧，对不对？哦。那为什么做判断呢？因为他说他有很大的爱情压力，对不对？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标准哦。我说对了吗？说对了。说对了哈，学员是这样的啊。我个人生的方向，我个学习的目标，哎，学员转过来。不要，我不要面对。啊、我想要选择题的答案出去了。对，所以我看到，比如说，我现在看到目前同学看起来呢，赵中最开心，什么开心的意思？啊、哦，就是中了嘛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吗？跟你外来不一样。我最了不起，你看天使光芒在我头上，我很开心，对吧？肯定了不起的光芒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很巧的是最高。啊，赞赞人数是最高。我现在比这个。
还是滚到天堂去。假设这个碗是平的，原来红色啊，它就可以一直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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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做了什么冠军中的假设，根本就错了，观察不清楚。所以前面就观察清楚，他说我觉得，但他可能做出一个红色的盘子，没有做不出来嘛。对，他应该可以啊，可是我非常非常长的啊。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做非常非常长的啊。非常非常非常长，可以看做从现场吗？没有，实际上面就是像这样啊，你在这边放一个盘子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把书本这样子起来，那边这样的话，我把球放下去，因为球根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往前走，等到会停下来。会啊。所以那就没办法完成前列的假设了。对啊。对，前列的假设，他是先观察这黄色、白色、黄色、蓝色之后，他就做出一个假设。他说：假设我的摩擦力非常小，假设我的盘子很长，我的球就不会停止了。我的球就不会停止。他有前面的假设，他才成立啊。假设他就是有办法像赵哥所讲，我把它做得很长很长很长，他才会停。为什么？摩擦力。他有摩擦力，可是，在前面那时候，他对摩擦力的定义还没那么清楚，他只知道有一些力会让他停止。但是，假设我有办法克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停止，这才叫惯性。啊、哦，在牛顿的时候，他把它解释，他把它在中整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，假如今天出现什么漂浮的车是，就一往前开，然后就停下来。呀，没有错。所以，为什么在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快的火车是什么？磁浮列车，磁浮什么意思？他把摩擦力用了对。啊，没有碰到地面。啊，没有碰到地面。它，可是没有碰到地面，不代表它都没有摩擦力哦。有空气的摩擦力。它有空气的摩擦力，对不对？它如果管里面都是真空，对，那是另外一个做法。它要被压扁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真空管。真空为什么就被压扁？那太空，太空管为什么没有被压扁？就是它外面的那个管会被挤压。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强度可以对抗的压力吗？太空船为什么会被压扁？不是太空船为什么没有爆炸？太空船外面都是真空啊。太空船在太空里面啊。外面都真空啊，啊为什么没有爆炸？因为没有空气来压它。它船里面有空气啊，船里面要有空气啊。等一下，你讲错了。刚赵东所讲是这个管子如果真空的话，这管子会被外面大气压扁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你用吸管都会这样，吸管是软的。如果这是一根铁管呢，就不能被压扁了，它有一定的强度嘛。啊，那同样道理，假设是太空船，外面是真空，里面的气体往外压，它为什么没有爆炸？那很坚固。对，看你压力有多少。我吹个气球，我把它吹胀起来了。但是气球里面压力跟外面压力比起来，谁比较大？里面比较大嘛，就让它胀起来嘛。它为什么没有爆炸？因为气球弹性，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压力没有大到让它爆炸。我继续吹，继续吹，会不会爆炸？会啊！我压力继续给它，它越膨胀越膨胀，膨胀到皮撑不住那压力之后，就爆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所以会不会爆炸，不是来自于说是真空不真空，不是来自于说。到底是内外的压力差多少？是来自内外压力差多少？但是要比较是你这个强度，你这个壳的强度要跟内外差的压力来做比较嘛。潜水艇在水里面，它抵抗什么？水压。水压，外面的压力给它啊、哦。潜水艇不一样，它里面就有空气，可是外面的压力更大。那潜水艇会不会爆炸？可能会。可能会哦。到本身的时候可能爆炸，受不了，水就往里面喷了。啊、哦，甚至你有看过那电影？压力够大的时候，那个铁钉啊，里面的螺丝钉，跟子弹一样打出去了，会爆掉吗？铁钉里面的螺丝钉。里面螺丝钉啊，那个潜水艇它的壳不都是很多螺丝钉？它、啊、外面压力很大的时候，螺丝钉被压力挤到那个压力，那个螺丝钉跟子弹砰砰进去。还有没有压力枪？什么压力枪？就是用压力。空气枪。空气枪就是压力枪啊 ，BB 弹不叫压力枪。可是它子弹没什么杀伤。你可以把它换一下，换成有杀伤力的子弹。我曾经去那个加州机场去看他们的驱鸟，他们因为机场都很怕鸟，为什么怕鸟？他们就要鸣枪。
对，一只鸟就等到最多，一只鸟吸进去引擎里面呢、哦，最少都是大概是三十万美元的损失哦。三十万美元多少钱？九百万美币啊！你看嘛，鸟进去把那叶片打断了，那一只叶片最便宜可能要10-20万美金了、啊，那、啊、还有拆装维修的费用很贵，所以你看一只鸟不起眼的一只鸟进去都是很大损失，不见得飞机会掉下来，不见得引擎会坏掉，但是一定会一两天坏掉。一只鸟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赶鸟，我在看他们用空气枪打鸟，那空气枪打鸟多准啊！我上我这个位置打那个粉红色的脸盆，他给我试啊，他说、欸、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说好，借我试试看。一枪就打中了，那只鸟就挂掉了。挂掉、欸，很残忍的、欸、你。对啊，那怎么这样、啊？但是因为他们不这样做，因为鸟太多了啦，真的造成机场上很大的危害。啊、人也很多啊。啊，人也很多。人也很多。所以你所以就都拿着枪把你给毙了。所以你也可以让不用想的枪还是掉下来没关系的意思啊。为了让那些鸟去活下来，就让鸟让飞机掉下来没关系。对。OK， 好，也许是吧。但是相较之下，我们就是在那当下在做驱鸟，但是这样做哈。它可以用声音驱鸟。我厉害，声音驱鸟也可以，但效果不好。可以强很多嘞。音波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，你说超音波什么的，你鸟听得见，人听得见，因为鸟的听觉跟人的听觉好像就比较靠近，就是说不像昆虫，像有些蚊子它可能可以感应到某些超音波的人感应不到的，那部分你可以用那个超音波赶鸟，哎赶蚊子嘛，可能对像音波的，像有些人他会对超音波敏感啊、哦，他对驱蚊的那个音波他会有感应啊、哦，他会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啊、哦，听过吧？大概二十万，2万赫兹的那个超音波就人就不舒服。好，回来哈、哦。所以惯性运动怎么解释惯性运动？就是在咱们前面两个前提之下。对，前面两个前提，可是我们观察到现象，牛顿说的惯性运动什么？就是抓去残留的力量。就是你有前面两个前提的抓加静止恒静动止恒动。啊，动止恒动，静止恒静，这两句话是比较关键的、啊。所以静止恒静动能动，就是说，比如我看到那杯子静止在那边，大家如果所受合力为零，这杯子放在那边就会放一辈子。我说的一辈子是天荒地老的一辈子，不是那一个杯子一个杯子，也不是我的一辈子啊。可我死掉了，这杯子还在那边。可能是我的儿子死掉，他杯子还在那边。那什么时候这杯子不在那边？不知道。啊，当所受的力不平衡的时候，也就是比如当桌子有一天腐烂了，承受不了这个重力了。会怎么样？就手受力不为零嘛，所以背就移动，就往下掉，对不对？好，可能是直到那天手受力不为零的时候。好，那所以动的人动，静的人静，这么简单一句话，大家有感觉吗？什么叫静的人静？我们知道了，那动的人动，什么叫做动的人动？举个例，今天照这个动，它就有。叫地球绕太阳。地球绕太阳转，叫动的人动，可以这样讲。你在太空中向前踩一步，好，这样子，我再把那个钟，我再讲。但是地球绕太阳转哦，它是有重力的，引力，它是有受引力的，哦，它不是不受力哦，它不是不受力，所以它的惯性运动不太一样，它不是惯性运动，它有在动，它也不会停，但是它不是惯性运动，啊，它不是惯性运动，你讲。所以你在太空中，然后向前踩一步，那你就会。持续像这样的动作，向前踩，永不停止，就会永不停止的踩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向前惯性，符合这个惯性。那你意思我就会在冰上溜冰，我往前踩步。我开始移动的时候，我就必须一直往前移动，往前踩。不是啊，就是你在太空中会向前动的。好，那你就会向前动。OK， 向前动是对的、哦。我们在地表上比较看到像惯性运动的动的恒动的现象呢，就是在溜冰的时候。当我溜完之后，我就算我的方向不变，只要往前，我的轮子基本上不会停下，我的身体会往前动，对吧？哦，那叫动的恒动。你只要没有碰到人，没有人把你停下来，或者你自己没有踩刹车，你基本上你动不会停下来，你会一直往前动，会撞到墙壁。对不对？这就是比较像在地球表面比较像动的恒动的情形。那在
外太空呢，因为没有阻力，所以基本上那个直线前进呢，会不会停？就不会停了，它就一直沿着同个方向，同方向很重要。它一直沿着同方向直线前进，永不止境。真的吗？那不会停的啊？不会停的，对，真的。就飞向宇宙，飞向浩瀚宇宙。那我知道啊。飞向什么？飞向宇宙浩瀚。飞向宇宙浩瀚无垠，对，飞向宇宙浩瀚无垠，就可以。哎，你说。只要到外太空之后，要丢东西回来，其实就弄一个可以耐得住大气层的东西，往地球方向一丢，咻，很多地球。对，走。再搞多久？很多久？很快啊，在外太空掉地球很快，因为它有重力的关系，它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所以我用全力丢出去，然后大概一年多就到地球。没有，刚刚一年多吧。看你应该几分钟就到了吧？啊，几分钟就到地球？几分钟就到地球了？那我也可以几分钟就到地球。啊？假如我在距离……你跳过去了？没有，不是外太空，外太空跟……你讲外太空跟太空到底什么差别？你有多远呢？多远呢？外太空大概假设两光年好了。啊，没有东西。永远都不会。为了两块到，那你就要比两年更久的时间了，因为没有关系。对啊，假设我从两光年的位置，就一个包裹回地球，土星特产，就要可能一百年以后就到了。啊，他不是说好几分钟就到？两光年呢？光年，光都要走两年，那你要那很远呢。光的速度很快。你丢不会像光那么快。外面的星球不是随着变面都好几十光年？对啊，可是你丢的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基本上啊，像我们从地球好不容易发这个太空船，从人类可以办法坐太空船飞离地球的太空船啊，我们把太空船丢出去了。你知道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吗？我们开始有能力坐太空船可以飞离地球。十年前，大概三十年前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任何一颗东西超过银河系了没有？超过银河系，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在两三年前有一个太空船离开太阳系。好不容易，你要看的是有多大了吧？然后他从我们有能力坐太空船，把这太空船打到太空中去，然后让它离开太阳系。他已经开了三十年，他好不容易离开太阳系了。现在还没有运动出行动力了。啊？还没有办法运动出行动力了。没有办法，你可以进入没办法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到现在不是就有人在募集太空人去登陆火星吗？所以有人说这是一条不归路啊！如果你去参加这个登陆火星的太空人选拔，你就要抱着说你去就不会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太远了，太远。为什么？回不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回不来？火星不能住人。不是这个原因啊？为什么回不来？没燃料。没燃料。太远了，你过去之后回来就。过去你。按照目前的标准来讲，是我们没有东西让你吃。没有那么足够的东西让你吃，你要想这个路线要，大概要几年？两三年。大概要两三年啊，去两三年，回来两三年。啊，你看太空船多少？太空船需要有没有？两三年需要装多少？一吨，两吨。不知道。何止如此。那也很大啊，你的太空船很大，但还要水，啊，水上给回收啦，可以，就是排个尿，排个尿什么再回收再使用也可以啊。好恶。对啊。可以过滤了，要过滤啊，过滤好，蒸馏啊，想办法啊，对啊，挺好。啊，目前来讲，就是有人说这是一条不归路，去了大家就回不来。啊，去了要想办法，就在那边要做一个太空基地嘛。啊，那如果做得成就活下来，如果做不成就拜拜。啊，那是，他们还要挑基因优秀的家伙过去，也不一定啊。我就损毁了那些基因，有挑吗？他们有啊，我们挑人。我觉得没关系啊，这个还是说，就是说，那种像有那种飞，就是说他开完他有那个补充剂，他上去很油嘛，啊，你飞要慢，然后再送过去给他补充。有啊，就是这是也是个方法，就是我太空船送过去，就是要持续要放新的太空船一直过去，无人太空船过去补东西。对啊，补东西啊，那可能很辛苦啊。你看，那钱价一定很贵，很多钱啊。你看每一条太空船都要飞到补充剂，那多少钱？那每个月花钱而已啊。然后实际上你看太空船在太空中移动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大部分基本上都把引擎关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靠惯性。要靠惯性飞行。你引擎一开了，你马上没有流量。它不会分很好的球。那只有改变方向才需要哦。
你知道曾经有一次哈，在阿波罗计划，阿波罗计划就是登月球计划。阿波罗计划有一次计划差点失败哈，他们的船就是爆了，他回来，他是地球，这是月亮，月球，他的船出去要往月球上飞，飞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他太空船上那个燃料爆开了，就被陨石打到，所以那个油槽已经爆掉了，已经剩下一点点油。只剩下一点点燃料，没有，剩下一点燃料，赶快返回地球。对，所以就有人说，你就直接飞回来，然后当经过计算，这样恢复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速度很快嘛，你光要改变这速度，你要改变速度给它力量。你要把它用成零就已经很快。变什么？你要把它停下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光它把它停下来，再把它转过。一个甩尾球。所以没办法，因为你在空中，在你知道甩尾的前提是什么？甩尾的前提是你要有摩擦力，要。在太空中没有摩擦力，没有摩擦力，你要甩尾是不可能甩尾的，你根本不可能转向啊，回不来。所以他们最后怎么办？最后怎么办？他们就过来。猜猜看。死在那里。没有死在那里。拆掉，然后就拍一下就走了。然后回来了，当然回来了，一定要回来了。撞回来了。撞月球。他们利用月球的引力，他们利用月球引力进去那月球引力的。转一圈，然后回来。甩回来。哇！就到甩回来，所以他们有绕月球飞吗？有绕一圈呐、啊。那他们为什么不拍照？有拍照，一定有拍照，一定要顺便拍照。月球后面，哇！要算得很准，啊，要算得很准，这样。都这样飞的、啊，在宇宙都是这样飞的，在宇宙都没有那么多燃料啊。比如我今天要想从太阳飞到外太空去，我想顺便，比如想，因为你好不容易派个太空船出去，你想最好能够把所有的行星都看过一遍嘛。金星在这里，水星在这里，地球从地球出去，然后木星、火星什么各种星球都有。一旦希望他都看过怎么办？从地球出去，对不对？甩引力。出去之后，你能透过它甩一下回来看它，甩一下看它，甩一下看它，甩一下看它。你要甩好几圈，那你这甩的过程中就不需要花燃料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在太空中惯性运动，不断的惯性运动在飞。对，都套换一下，到要转换的时候就扣一个星球，因为你算好这星球这边，就在它旁边绕一圈，再转到别的。那这样要甩一个？对，那你在绕一圈的时候，只有什么时候要用一点点燃料？你进去之后，要脱离它的时候，再加一点速，它就脱离了。你进去那轨道之后呢，你要绕一圈到你想脱离的时候，就加一点点燃料，让它脱离，脱离就可以往另外一个地方。而是要脱离就一辈子在绕，然后还要越。对，如果没有脱离，那可能就在旁边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然后就变一个超小的卫星，就像卫星啊，对啊，卫星，人造卫星看起来很帅啊，找人造卫星，盖个火箭，所以他因为这样子，他才有燃料回来，但是这样还有个危险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燃料刚爆了，所以他电力没办法维持，所以他后面很冷，他整个太空舱里面非常非常冷，每个人都窝在一起就对了，对，就很冷，等他进去动还不得了，所以仪表板什么都冻结了，啊、哦，他就这样多绕了几天嘛，多绕了几天。那不是应该离太阳更近吗？没有啊，太阳很远，好不好？太阳不一定。其实这个距离很近啊，月球跟地球的距离跟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比起来是很近的，很小很小的。那、啊、这样照来可以照得到地球，应该也照得到太空图啊。可以照得到，但是你会照到背面去嘛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在太空中哦，你的温度很难保持，在地球可以保持温度，是因为我们有云、有空气，空气会把你的温度聚集在地球表面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像月球哦，它晒太阳这边跟没晒太阳这边温差几度？几百度。温差几百度哈、哦，这边晒太阳可能100多度，这边没晒太阳可能是-100度左右。听起来不是比较火的地方。啊，就很新，它很新，它是很激烈、啊。所以像太空船一样啊，这边晒太阳，这边没晒太阳，这边很热，这边很冷啊。啊，地球之所以晒太阳没晒太阳，温差可能就10度、20度，为什么？因为地球的很大的一层那个太大气层还有水汽在保护你们，在保护我们，啊，在保护温度做平衡，对啊。那它臭氧层是干嘛的？臭氧层就是臭氧不会臭、哦，臭氧层很臭，臭氧层很臭，臭氧很臭，臭氧不是。对，那没消毒，那臭氧是臭的，臭氧是臭的，臭氧是臭的，不然为什么要臭氧？可是下雨，它不是还是毒的吗？下雨之后会产生臭氧，
一点点啊。真的是空气清新，那你是干嘛的啊？你说空气清新，那是一种感觉吧？那可能是臭氧在比例之下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。不是手搓一搓就会有臭氧。你其实空气中的氧气动在一起会有臭氧，只是比例上很少而已啊。下雨之后会有臭氧。好，你现在有静电了。所以惯性运动是什么用到吗？等一下，他们告诉我臭氧层是干嘛的？臭氧层没有干嘛，臭氧层因为它我们地球的离子现象，那个什么电磁效应关系，它往氧极集中，它会集中在南北极上方，在很高很高的那一层的时候。但是臭氧如果在地球表面，它很快就还原成氧气了。臭氧很快就还原成氧气，臭氧不容易存在。而当臭氧这个氧气在外太空，不是外太空，它比较靠近地球表面，在外面一点的地方的时候，因为那边很容易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，啊，宇宙射线往南北极集中嘛。宇宙射线影响呢，它会在这边形成大量的臭氧，这臭氧层呢会挡住宇宙射线，因为臭氧层刚好它可以把宇宙射线做一个拦截，啊，它可以让它反应掉，所以宇宙射线不容易进到地表，不能进到地表，好处是什么？就不会对人造成伤害，因为宇宙射线太多，宇宙能量很高啊，打到人体表面的话，你就容易有皮肤癌啊，或者得到一些不同疾病啊。那超人不是这样变成？不是。你想试试看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对，我之前不是好几年前有一个广告就讲说臭氧层波动，臭氧层现在有波动，实际上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说法啊，说臭氧层波动会不会是个假的？是个假议题啊？毕竟臭氧层波动你看到吗？没有。你没有看到吗？我测出来了。哎，对啊，现在科学家就拿一些数据说，我告诉你哦，我的数据哈，告诉你这是臭氧层破裂的，就造成现在人体哦，现在开始容易有皮肤癌啊。那臭氧层破裂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国际碳化物的关系，都因为是那个冷媒的关系，都因为是那个灭火器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发展出一种叫海龙灭火器。海龙，又是海龙，海龙是一个数学家。哎，一个战队吗？我不知道，海龙灭火器啊，海龙灭火器。它是一种氟利碳化物，它的灭火效果非常好。我比如说那火灾了，我给它喷一点，它往火源集中，它会靠过去，那很快灭火了。而且它灭完火之后，海龙就不见了，就消失了，就分解掉了。分解掉之后，你的空气不容易坏掉，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海龙灭火器，因为它灭火效果很好。那就有人说，海龙灭火器这种氟利碳化物用太多了，导致这种破裂，哎，你看这种很破裂了。那我们大家都相信哦。那个臭氧破裂，所以以后不能当海龙了，不能当这个氟利碳化物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就要发展新的。那就有人说啊，会不会我是那些发展新的人，发展新的技术的人，请我去 PS 一下 ？PS 什么知道？这组织我 PS 出来了，有没有可能？哦，你们都不理我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没有，没有可能，没有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相信他。他是给你多少钱？为什么这么相信他？给我3块钱，收多少钱？所以这是一种说法，这是阴谋论啊。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要问他。我不知道问谁。如果我有能力去做检测的话，当然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所以，其他科学家也许就要去检测说他到底说的是不对的啊。好。但是目前至少我没有能力测试它对不对啊，只有些相信一下，有些人这样说了啊，现在大家都相信了，现在全世界基本上都相信，所以海龙已经被停产了，海龙已经不能再做了。那像我们用的冷气机的冷媒也不能再做了，旧的啦，所以他们又发展出新的冷媒来取代旧的冷媒，新的冷媒就不是氟利碳化物了，它不会破坏臭氧，会不会不怎么的？听说效益上比较没那么好。会有差，但是还是可以用啊。啊 ，OK， 好、啊。所以惯性运动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惯性运动，知道。什么？就是动则恒动，静则恒静。动的会怎么样动？就一直动啊。所以刚刚子龙讲说，地球到太阳转那一直动，算不算惯性？对啊。还没有动的快，它有多少天？它有多少天？它所以一直动才叫做动则恒动。不对。什么样的？它应该是没有受力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动，才叫做。就是假设我今天推了怪人吧，然后它就在这里一直滚动，一直滚动。对。好，那所以一直动，它就在动恒动。
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，它一直动，怎么样动？稳动。滚动。还有一个前提啊、哦，刚刚前面讲是跑同方向，它跑的方向不变的直线运动，而且是等速度运动，有没有加速度？没有。没有加速度，是一直等速度运动，这叫做动的恒动的意思哦。静者恒静，就是说不动，对不对？动的恒动，那个动是沿着同方向的直线等速度运动，清楚吗？可不可以加速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加速？因为量的话就不是怪，要它其他受力才有可能会对，因为有加速度表示有受力。那我们先讲受力为零，所以它就是等速度运动啊、哦，所以惯性是这个意思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合力为零。什么叫合力为零？合力都抵消掉了，什么情况合力都抵消掉？举个例子。我从左边打确认一下，赵东从右边打确认一下，那他还是会在中间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知道合力而已，只是两个力合在一起的力量，就是像。真的是这样，这样就会变成往斜上。再讲一遍。像这个往前，这个往这边，就会变成斜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合力。这个合力，但是会不会为零？你刚刚那个合力会不会为零？不会啊。不会哈。好，刚刚讲了那个赵东打他一拳，然后冠元打他一拳，对合力为零，这样对不对？对啊。只要两这样很不对。OK， 前提是什么？力量。前提是你这样的话，我会打他的。OK OK， 好，那但是在这事情发生前，这合力要为零还有零前两个，我跟他力量一样，力量一样，还有嘞，方向刚好相反，方向刚好相反，还有嘞，还有不会偏掉，就一样相反，方向一样，同样产生，我要同时间产生嘛，不然我先打他一拳，然后再打他一拳，都合力为零，那时候你不会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合力一起打，会不会痛？会痛，还是会痛啊！哈、啊，它本身受力哈，它就会痛。但是在那合力情况，假如合力刚好为零，就是打的力量和打的一样，方向刚好相反的影响之下，而且同时间发生，这个人所受合力为零，他会痛吗？会。啊，他会痛，啊、他会动吗？他不会动，所以他维持静的恒静。假设那时候他是不动的话，他就静的恒静，他就停在那边被你打。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是受力为零的情况哈、哦。那不受力又怎么回事？就是他不接受外来的力量。是不接受吗？不接受。你要打我，你呸，不可以打我，那叫没有受力。哦，我懂。你说。就算他打到我，我也不会动。哎，可以举个例吗？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我原本就在滚动当中，今天学联能踢我屁股一脚，我还是持续维持我的滚动速度，因为我不接受他的力量。这种事情会发生吗？有可能这样子吗？我比如一个球在滚动，我又踢他一脚，就他还要按照原来速度继续滚，不理我那一脚，有可能吗？啊、哦，不可能啊、哦！所以应该给他力，他就不会是惯性了、哦。那就不能给他力。不受力在地球有没有看到不受力的情形？有没有看到不受力的情形？地球表面的运动，为什么？有地心引力，地心引力对着地球表面上所有任何物体都形成一个地心引力。太可恶了，我直接掉它。所以它一定有受力哈、哦。所以在地球表面，刚刚是受力为零，又是被放这边所受合力为零，为什么？支撑力，桌面上对它支撑力跟地心引力抵消了嘛，同时间发生，而且在不同的方向，对，所以和所受合力为零，所以它静止很近。那在什么情况之下看到一个东西不受力？你直接放掉。我直接放掉它的受力啊。它就摔碎了，它受力。对，它摔碎了，它就受到地心引力向下，它就碎掉了。而且这时候算不算惯性运动？算，还不算。为什么算？它有受到地心受力嘛，而且它是神经什么运动？往下的运动。往下的什么运动？直线运动。直线的什么运动？惯性。等速加速度运动，加速度运动嘛，因为它持续受力啊，力量给它加速度，是不是？你看嘛，它从静止，你看静止到有速度，一定有什么？一定有加速度啊！从静止到有速度，这没有看不出来加速度，看不出来。你把自己拖到哪里了？对，太一瞬间。把它丢高一点。从有速度到最高点没有速度，又往下掉又变得有速度。
度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？加速。一定有加速度嘛？是很难的。对吧？这一定有加速度嘛？这个意思是。对，有加速度是关于运动。啊。有加速度是关于运动。不是。不是啊，有加速度就不是关于运动了。啊。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受力的惯性运动？当我在太空中，然后被人家推了一把，然后我就是惯性运动。OK， 可以这样讲。基本上在太空中，你只要在运动，你就是不受力的惯性运动。啊，但是在太空中可不可能不受力？不可能。啊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各种地方都有引力，到处都有陷阱，它在运石。哇，这个陷阱基本上在宇宙中就是有太多的陨石，太多的星球了。所以你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我人在这边，那个天狼星距离我们假设是就算是300光年，或是100万光年，请问天狼星对我们影响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些微。有些微影响，还是有了。极度没有错，不要被我吓到，一点都没有被我吓到，看到我们看，终身100万光年，有没有100万光年了、啊？有那么大的宇宙、哦？宇宙很大，好不好？像地球到现在多久了？地球的寿命？46亿年，有比300万年还久？嗯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可是你知道，地球到目前还很多星球的光没有达到地球。这是他们才新成立的、哦。一个是新星球有可能，啊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太远啦、啊，也就是它的星球距离有没有多远？23亿光年以上。23亿光年，因为生命的出现是23亿光年。没有，你要。但是你要反打、啊。不用反打，为什么反打？太阳。你干嘛反打？太阳光根本来不可能，它不可能反射太阳的光，好不好？它一定是自己发的光。恒星才会自己发的光。大部分我们看到都是恒星啊。你先观察到宇宙的星球，绝99%都是恒星，好吧？你可以看到那恒星上面的行星，但是基地太小了。那是现在的科技才有办法说哦。我们现在看到某一个星球上的恒星，类似地球，那机会太小，因为那行星一定更小，更不发光，我们看到它太难。啊、哦，但是现在技术有办法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要直观想到，这样会不会其实有很多？很先进的星球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呢。没有错啊，没有错，一定会的，有可能。我不是一定会啦，有可能啦，我们讲有可能啦。不管一定会。一定太绝对了嘛。对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对惯性运动有理解了吗？不然。啊，惯性运动讲真的不合理。惯性运动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物质它的状态下面受力情况，它就不会被改变，就叫惯性。所以说，我们拿惯性运动来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说，假设衣服上有灰尘。我抖一抖，为什么会掉？惯性。谁的惯性？灰尘的惯性。灰尘它停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灰尘摆在衣服上，那我衣服突然动了，灰尘的惯性还因为它的力量还没给它，所以突然动了，灰尘没有动，那就掉下来。好，比如这个桌子在这边，我假设把这东西放在，拿一个不会摔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书在这边，我突然动了，这书不会移动，为什么？它的惯性就停留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里就移动了。啊，我开车的时候呢，我突然间踩刹车，车上的人会往前走。你也会往前。你在车子里面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什么？有人推你一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会觉得有人推你往前推一把，可是你只是停留在你。可是事实上是有人推他吗？不是。你有收到一个力从后面推你吗？没有。啊，那是想象力哦，要记得想象力。我们从外面看这个人的话，从外面车子外面看这个人的话，事实上是因为车子突然暂停，这个人还是想维持原来的速度往前走，维持原来的惯性运动往前走。可是车子停下来了，对，车子事实上是把它停下来，所以它有惯性向前。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对外面来讲的话，它实际上速度想维持原来的速度不变的。可是车子里面的人会觉得有个力量向前推，对吧？有力量向前推，那感觉上是想象力哈。所以很多人在讲说离心力啊，在讲说转弯的时候离心力。比如车子开，我向右转，车子里面有人会觉得什么？我向左偏。有的很多同学告诉我说向左偏，他会觉得是那是因为离心力。可是你从外面看，
有人在推他吗？没有。有人没有人在推他，那个力气不存在。只有人在拉他。也没有人在拉他。他本来是想前走，可是车子突然转弯，他是事实上是被车子往右边压，对不对？那就拉。哎，但是他觉得力是往左边推啊。那是他觉得。对，没有错，那是觉得。可是，在旁人眼里看到是他被车子这样拉。没有错，他被车子向右压，但是他在车子里面会觉得他是有力量向左推，那是感觉，那力是假，是想象的，不是真的存在的力哦。哎，那小力，我有个问题啊。你说。就是明明就是一样的时速。那我在搭云霄飞车跟搭普通车的时候感觉差很多，因为转弯的角度不一样。我单就俯冲下去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你真的开车不会俯冲那么大，跟云霄飞车绝对不一样。是因为俯冲角度的问题。对。而且你车子可能开到那种时速。对。可以试出来，因为云霄飞车时速其实没有很快，云霄飞车时速可能就是时速在70公里、80公里左右。这时速就要120公里啊！你在高速公路开，我可以开140啊，可是你感觉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高速公路很直啊，你没有觉得力量变来变去啊。但是云霄飞车，它就算它的速度比较慢，它在改变啊，就突然一个改变，突然一个仰角，突然一个俯冲，你就觉得很可怕，因为它速度变化太快。而且加上你的视觉效果。啊，对了，当然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没有空到外面看的。你假如说你在高速公路，你旁边只能这样过。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它直接在就有失重感，这样没有错。好，那个小乙啊，或者说有些云霄飞车不是会停在半空中，然后我就这样悬吊，他怎么确定我们不会真的掉下去？因为你没有系安全。什么意思啊？悬吊的。就是他。剑湖山有一个。有一些这样凹下来，然后他们就会穿。蛮挺的。不是，那你一定有，你一定有系安全带啊，还有那个麦压住啊。那可是要是你比较瘦小。像我就觉得那时候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超害怕。不是，所以他会确认啊，他不是你要上去前，他就确认摇摇看，然后看你的肩膀大小，然后看你会不会卡住。那你掉下来会有保险？他不让你，他不让太小的小孩坐啊，太小的小孩他不让你坐啊，拉不起来，他要卡不住嘛。没关系。对啊，他卡不住啊。他不会玩。搞你是。接下来进入到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了。我们刚刚讨论是合力为零，不受力。那如果说合力不为零，然后受力呢会有什么情形？啊，就是持续运动吗？不是哦，它就不会呈现惯性运动。所以我们刚刚讲惯性运动是什么？一个是静止，一个是等速度直线运动，对不对？人家说静止也算是惯性运动。静止算惯性运动啊，静止就是它就一直维持这样，速度为零嘛。速度为零不是一样就是惯性吗？他很会运动。什么？上厕所。什么？我想要上厕所。你可以在车里去一分钟。直接走出去就好了。两分钟。再一分钟。什么态度啊？我是真正的正对啊，这样是这样的啊，快下车了，再撑两分钟。我跟你讲，尽可能哈，上厕所先在下课时候做完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什么，其实运动身照理来说应该有在运动或者什么的，是吗？职业运动特别运动状态。他没有在运动吗？那是速度为零嘛？速度为零是不是速度有速度的一个特例？对吧？好。有速度的特例就是速度的特例就是速度为零，就是速度的特例。OK。好了，配合学员，提早下课。